前面就是鸣沙山了，哎，漂亮吗？漂亮，很漂亮。第一次来啊？嗯，我第一次来。还是蛮震撼的哈。哇，这道门鸣沙山月牙泉啊，这道门跨过这道门就可以看到鸣沙山真正的景色了。哇、哦，跨过这个门，后面就是著名的鸣沙山了。其实来鸣沙山呢，有些刚来的人啊，就不熟悉的人呢，以为只能坐摆渡车啊，还有坐提骆驼啊才可以去到那个月牙泉，但不是的，月牙泉就在前面。鸣沙山这个景区其实也说大吧，也很大，但是开放出来的，其实也就这一片区域，然后那边走路过去，很快就可以去到那个月牙泉。月牙泉确实也是挺漂亮的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是不是想拍人家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见你待在这里很久了哦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还说不想拍人家。要不我帮你撮合一下，撮合一下你们，嗯，好不好？哎，哦，这个小姐姐还真的穿的挺有敦煌飞天的那种感觉。这个，嗯，我知道。现在我们都穿着羽绒，她就穿的比较少。小姐姐呢，我就不拍正脸了，我就拍个背面，然后，嗯，好了，我们走了，怎样？那个有什么感想啊？嗯 ？Interesting。好漂亮啊！这样让你们有创造了这样一个让你们拍美女的机会。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高兴？高兴啊！高兴啊！你不要离我那么近嘛，不要离我那么近嘛，给我点空间。嗯，然后来，嗯，其实啊，有时候呢，我刚刚见到你就一直站在那边，想走又不想走，一直偷偷摸摸的拍人家小姐姐。有时候想就要去问一下嘛，拒绝又怎样是吧？而且对方也不。挺热情的，挺配合的，是吧？这么难得来到鸣沙山，哦，又有个这么漂亮的模特给你拍，啊、不得争取一下，而且是免费可以给你拍的，是吧？有时候，像你这些小学生啊，就是怎么说好呢？很多时候拉不下脸，怕被拒绝，怕这怕那的，不用怕，直接去。给自己创造多点机会，然后试过了啊，让你再问一次，敢不敢？还是不敢，嗯，要大胆一点了，知道没有，小妹妹？你要出来社会啊，要学会要脸子厚一点，才可以有机会的。那好的机会都是人家都是千百个人去争取的，你们像你们这种性格啊，不争不抢。不为自己创造机会，那以后那个成长就会变得慢咯。哦，不。那个日落快下山了，我先上山了啊！你们跟紧脚步了哈。好的。啊，我要爬到那个山上面，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呢，赶紧爬到那边拍日落。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上去？要啊哈，有点高哦，小心点啊，小妹妹。走吧。这里要购票才可以进去吗？哦，应该不用。我还以为要购票。好了，走这边上去。
哇，这个山好高啊！你们行不行啊？要不再……来运动山就录这里，我录不了。OK。嗯。咱不嗨。你们要不要跟我上？要要。那好吧。啊，走了，小妹妹，走了，才几步了，才没几步了，就走不动了啊！现在年轻人身体素质要多锻炼了，小妹妹，好累啊，啊！最重要还是你上去啊，你的相机拍日落才好看啊。来，我帮你背东西，把你身上重的东西都给我。这个包不是很重。相机给我。没事，我拿了。哎，你给我，我来帮你把它重的东西都给我。怎么停下来啊？走啊。啊？很累啊。加油。哎，小妹妹，越拉越远了。哎，爬上来还是挺累的啊。不过太阳快下山了，也等不了小妹妹。哎，我不等你了，我要快点走了，我要拍日落。走了，小妹妹上。那我上。好，那我先上。你看一下人家小弟弟。唉，那么小年纪都爬上来了，唉。